诸位同学请坐，请看菩萨问名品，寄送第八首看起，世间所见法，但以心为主，随解取众相，颠倒不如实。这首偈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说是一解令如为实量观啊，这首偈，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明。世间所见法了，这是一切法。这个大师讲啊，尽即心变，这个即很重要，就是。尽就是心变的，所以心为主啊！啊，这境界是心变的啊！心变里面如果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，纯是唯心所变的，那这个境界是一真法界。如果心变现这个境界，这里面又杂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，于是就把这个外面境界扭曲了。诸位想想，这个境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。如果是真的，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怎么能把境界扭曲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啊，这才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啊！啊，这个相包括一真法界，啊，都是虚妄的。啊，真的是什么呢？真的是心，能现能变的是心的，那是真的。所现所变的。这个世间一切法了，都是虚妄啊！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明了之后
一真法界在哪里呢？一真法界就是十法界。啊，十法界是一真法界扭曲的现象。这个我们得从比喻来说。啊，我们还用古人的这个说法啊，以金做气呀，气气皆金。我们用这个做比喻。这个金呢，比喻作心。啊，它能现啊。啊，十根境界呀，我们就把它比喻作气。啊，那这个精气就太多种了。啊，但是不管你变出多少种的这个精气，都是神经。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，它都是真的，它是一真。为什么说它妄呢？妄就是他受了染污了，啊，譬如这个杯子是金的，啊，我们很久没有去理会它了，它被灰尘埋了，啊，现在拿起来的时候，通通都是灰尘，很肮脏，染污。啊，这个染污就变成六道了。啊，六道染污重啊，严重的染污啊。三途是最严重的染污。啊，四圣法界染污是最轻的。就好比是这个意思。它被染污了。啊，那个真经的光彩啊，失掉了，显示不出来了，啊，这个光彩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，啊，那么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慢慢去体会，啊，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十法界。一真庄严，啊，我们不讲十法界，范围缩小一点，讲六道，讲我们现前这个境界，啊，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，啊，谁知道这个境界，啊，根也好，尘也好，是心性是变，不知道啊。不知道这个相是虚妄的，误以为是真实，在这个里头念念想占有，念念想控制，这就是颠倒不如实啊。那么起了这些不善的心。不善的心啊，就有不善的造作。啊，不善的心是迷惑啊。表现在身口啊，就造业，造罪业。造罪业呢，就把外面境界是扭曲的更复杂。扭曲的更丑陋啊，那这就是灾难啊，三途八难啊，是这么来的啊，啊，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啊，自性清净心所现的相里头也没有啊，啊，那么这些颠倒不如实，就是
实心啊，实心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障碍了自信真实的智慧，智慧没有了，智慧变成烦恼了，变成妄想了，随顺烦恼习气，这可不得了啊，这造严重罪业。那么佛菩萨慈悲教导我们，还没有教我们转世成智，转世成智那就学得差不多了。像我们现在这个受教接受教育一样，转世成智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大学。高等教育。华严是属于高等教育。可是我们现在连初级教育都还没有接受，也就好比说我们中学小学还没有念，现在到大学里面去听课，你能懂吗？那你能得意吗？所以佛很慈悲，佛有智慧，应机施教啊！我们现在是凡夫，妄想分别执着，圆满具足啊，见思烦恼。一品也没断，可是佛还是不舍弃我们，希望你在六道好好的修学，不造我业，就是不堕三恶道。先教你什么呢？先教你持戒，这个是圣学基础的课程，幼稚园的课程了，先学会持戒，修摄善。持五戒，这是自修。那么人是社会动物，也就是说不能单独生活，人是群居的动物，所以它有个社会形态。大众生活在一起，团体比个人还要重要。你要懂得爱护团体，你才能有成就啊！世尊给我们的众戒，梵王经里头有两句啊：不做过贼，不帮过主。我们这个
这个祖先纪念堂里面，最上面呢，我们把这个四句写的挂在上面了，诸位天天可以看到的啊，《梵王经》上这两句，不做过贼是什么意思呢？贼是贼害，伤害啊，不做过贼呀，就是决定不能做伤害国家的事情，过是我们大团体啊。啊，懂得这个意思，延伸下来，决定不能做伤害团体的事情。最小的团体是家庭。古时候的家庭是大家庭。啊，普通这个大家庭四代同堂，这一个家族啊总有几十人呢， 这很平常的。如果这个家族人丁兴旺，这个家族有几百人呢。啊，诸位看小说，你看《红楼梦》里头，那是个家族啊，家庭啊，上上下下了有两三百人啊，家庭里面任何一个成员啊，就是被家里头雇佣的长工也不可以做伤害这个大家庭的事情。大家庭有家规也有规矩啊，没有规矩就乱了。啊，那么现在都变成小家庭了，可是现在社会呀、依然有大家庭。啊，什么是大家庭呢？公司行号。那是个大家庭啊。啊，大的公司跨国经营，在世界各国都有他的分公司啊，他们里面的员工从上到下了可能也有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啊，二三十万人，这个大公司有啊，那是个大家庭啊。任何一个员工不能做破坏公司的事情啊，做破坏公司的事情可能这个公司就被你毁掉了啊，这个罪过比什么都重啊。啊，宗教团体，我们佛门团体也是个大家族。啊，寺院庵堂，它也有组有组织有组织啊，有方丈主持，这就好比是雇主啊。啊，有纲领之司啊，纲领之司就好比是国家领导人啊，他主管一部分的业务啊，整个寺庙的啊，管总务的啊，佛门称为当家监院
啊，他是管全寺总务的，管教务的称首座。啊，管秩序的，我们现在讲执法的，叫维诺。啊，管接待宾客的，就是管外交的，叫知客。啊，那么这些人呢，都称之为纲领之士，是这个团体里面领导人。啊，那么这些领导人，不管是总的领导人，总领导是方丈主持，啊，下面是他的这个团体里面的领导人，就像一个国家，啊，一个国家是总统，这是国家的领导人，下面的像总理、各个部的部长，他这个部长都是管一国某一部分的事情，都是领导人，这些领导人是。都称之为国主啊！啊，国主不是一个啊！啊，所以决定不能伤害团体啊！这是不做国贼啊！要懂得这个意思。团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团结嘛。所以佛给我们制定的法律是六合敬啊，佛门里面对于破坏团体，就是以六合敬的法律来治罪呀。啊，你让这个团体不和了，你让这个团体的信誉败坏了，啊，这个对团体伤害太大太大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所以佛的这些教诲的时候，用在家庭一家兴旺，用在刚公司的时候，你的公司兴旺。啊，用在这个一个国家的国家兴旺。讲的都是原理原则，啊，决定不能做伤害团体的事情。啊，所以自己要克制自己。我们是团体的一份子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就是代表这个团体的形象。那如果我们形象不好，让外面人轻视我们、侮辱我们，那就是侮辱我们的团体，轻视我们的团体。啊，这就是国贼呀。第二，不帮国主啊，团体的领导人他纵然有过不能回报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团体的领导人，团体人数越多影响越大，你要是回报他说他的过失啊，这个团体的里面的分子对他信心动摇了，信心丧失了，这团体就瓦解了。啊，所以这种毁谤领导人的罪过，比毁谤一般人的罪过重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瓦解这个团体。
啊，像我们这个寺院庵堂，你要是回谤这个里面主持，啊，回谤啊讲经的法师，啊，回谤里面的执事，让信徒对他们丧失信心。啊，信徒丧失信心呢，学佛的因缘就断掉了。啊，这个讲经说法的法师，你要回谤他，那他对于他讲经不相信，不再听了，闻法的机缘断掉了。啊，这个罪过，佛在戒经里讲得很清楚啊。这是断一切众生的化身慧命呐！啊，断慧命比断生命的最重。啊，你把他杀掉了，害死了，这个最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死是冤枉死的，他不是造罪业死，他被人害死的。啊，这种人呢，他还有余福。啊，他应当享的福并没享完，他余福怎么样呢？我们俗话讲啊，49天他又来投胎了，他又到人间来了，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呢、啊。所以害生命啊，罪不大了，可是断人化身慧命这个最重了。啊，不是这个机会不容易遇到啊。啊，纵然他这个又得到人生，有没有机会闻到佛法？你要想到这一点。我们这个世间人有多少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小城的人有多少？啊，这个城市里头有多少人闻到佛法？太少太少了。啊，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城8万人，啊，8万人当中有没有800人闻佛法了？没有。我看我们这个小城真正能够闻佛法的大概只有200人这样子。啊，所以这化身慧命呢，多么难。100千万劫难遭遇啊，你怎么忍心把人家闻法的机会断掉？啊，你沉溺一时意气之快，你造这么重的罪业，啊，断人化身慧命，果报都在阿鼻地狱。啊，地狱出来之后，生生世世啊，愚痴。蒙昧无知，你说你多可怜，为什么造这种罪业？啊，这个真是从前李老师常常伤感着说，糊涂到所以然了。啊，那么你回报这个法师，这法师受多大的伤害？法师是没受伤害。受伤还是听众啊，没有害到法师啊。啊，法师好好念佛，一样往生啊。啊，所以这个。决定不能毁谤国主啊！一个国家领导人不可以毁谤，毁谤你家人民对他丧失信心，这个社会国家马上产生动乱，这个罪多重啊！你要是真正明白了，真正参透了，这个
这个领导人造再严重的过失，我也一句话不说。别人要问我呢，我不知道。绝不回报。对一个家庭，对一个公司行号，老板、公司里面的高级领导人，都要尊重啊。尊重有大功德了，回报有大罪过啊。如佛都教导我们逐进存诚，内心真诚呢，外面恭敬呢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呢。佛弟子在任何地区、任何时刻，都要给大众做最好的榜样。这两条中介要守啊，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，接受别人接待的地方，这受人家有恩德了。古大德教导我们呢，受人滴水之恩呢，常思涌泉为报啊。后来或者有别的因缘，我们那里不能住了，离开了，可不可以回报他？不可以，他有恩于你。你要是回报的，忘恩负义啊。你成什么人呢？你住这个地方离开之后回报这个地方，住那个地方离开之后又回报那个地方，以后没有人敢收留你。为什么呢？晓得你这个人这为人，你到我这来住，将来你离开我这也回报我，就是这是很平常的一个道理啊。某人过去对你很厚道，虽然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误会，产生了矛盾，你们离开了，你要回报他，别人敢不敢交你这个朋友啊？从前他们那么好啊，你看现在他回报他，谁敢跟你做朋友？想一想这个道理。你要真正得到大众的爱戴，大众的欢迎，大众的拥护，你就要懂得知恩报恩。他可以回报我，我不可以回报他，我对他要赞叹，他有长处，他的缺点我们绝不放在心上，他对我的误会我们心里头一扫干净，我们只记住他对我的恩德，他对我的好处，我念念不忘啊，念念感恩，念念赞叹。你要这样做人呢，你在这个世间呢无往而不利，谁都欢迎你。这个我们不讲将来的果报，这是佛经上说的，来世果报你没看到，现前的果报，你就能够得到大众的欢迎，大众的爱戴。
啊，没有一个人不赞叹你，没有一个人不欢喜，啊，没有一个人不愿意接纳你。你说这个利益多大？啊，你要是毁谤别人的话，你这些功德利益全都没有了，都落空了。啊，你带来的时候，人人对你防范，人人对你不尊重，啊，不敢接触你。所以我们这个世人一般讲缘分啊，某人的人缘好啊，某人的人缘不好啊。人缘好不好应是什么呢？你自己会不会做人呢？我不会，是不会。为什么？没人教你啊。你现在天天读诵佛经，佛在这里教你啊。佛讲的话你要懂得他的意思，你要能够依教奉行。在六道里头啊，尽量减少造罪业，就是减少苦报啊。从这里我们能体会到佛陀的慈悲，慈悲到极处啊。这是《梵网经》上两句话啊，《璎珞经》上佛也讲了两句话，《璎珞经》是在家菩萨戒，《梵网经》是出家菩萨戒。其实佛并没有分什么在家出家，在家出家是以后祖师大德分的，因为《梵网戒》比较多一点。摄众48亲，璎珞戒呢分量少一点，6众28亲啊。所以在家学习便利一点啊。这个经上也有两句话佛讲的很重。第一个，不漏骨髓啊，诸位要晓得，逃避国税呀，是盗戒呀，啊，这个很重啊，啊，这个等于说是盗这个国家的，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口？戒罪的时候啊。这个国税是全国人所纳的税啊，不管你偷这个漏多少，罪都是非常重啊。你要是在中国有10几亿人，那你这10几亿都是你的债主啊，你什么时候能还得清啊？啊，那么在《古兰经》里面叫缴纳天库。啊，古兰经叫人家这个施舍祭品啊，施舍祭品呢也是缴纳这个天库的一种做法，这是圣贤的教诲，你看讲的多好啊。鼓励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你要发心，要多多的做社会慈善事业，帮助社会上的贫苦大众啊。第二是不犯国制，国制是国家的法律啊，一定要守法啊。那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佛教，中国历史上有三武灭佛，
啊，皇帝对这个佛法产生误会，听了别人的建议，啊，把佛教消灭。那么佛教徒这些在家出家有没有抗议？没有啊，从来没有过啊。啊，你毁灭，我们也遵守。啊，不违背国主的命令，不违背国家的法律，啊，国家法律要灭这个，灭这个法。啊，能不能灭得掉呢？灭不掉。为什么呢？换了一个皇帝之后啊，他就想想，佛教徒这样守法，非常可爱呀，非常值得尊敬啊，他就提倡了。啊，如果这个国家下个命令来禁止佛法，你处处来抗争，代代帝王都知道这一桩事情，这个佛教徒不是好人呐，应当要把他消灭。为什么呢？不守法。你看看那个守法的人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拯救佛法。如果起来抗争的人呢，那真正叫消灭佛法。啊，对我不利、对我有害的这些法律，我都接受，我都遵守。历史会给你表扬啊，知道你是冤枉啊，知道你是好人呐。啊，后面的领导人的时候会提倡啊。啊，所以佛法灭，不是灭在外面的力量，也不是灭在国家来灭法，不是灭在佛教徒的本身啊？怎么的？你没有遵照啊这个经典教训去做啊？经典教训我不犯国制啊。我们历代出家高僧也有被人家诬陷的、啊，坐牢的，像寒山大师就是的，啊，坐了不少年的牢啊，啊，没有一丝毫怨言。国家怎么判，我都接受。啊，在监牢狱里面讲经说法，把那个监牢狱里面的受刑人呢，通通都渡了。这个时候真正的佛教徒啊，佛菩萨了啊，让这些做错事情的被判刑的人都知道忏悔，都知道改过自新啊，菩萨坐在监牢里头一样弘法利生啊。啊，一样在教化众生啊。菩萨没有一点怨言，没有一点后悔，认为什么呢？大概是监牢狱里头有一些人需要我去度他。啊，我要用什么身份呢？那也要是一个囚犯的身份才行啊，跟他们是相同啊，啊，他们容易接受啊。到那个地方去行菩萨道去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，所以一定要爱团体。
啊，家庭是最小的团体，啊，你要懂得爱家了，啊，爱你的亲戚朋友啊，你的族群呐，啊，在社会上你要爱你的公司行号啊，你要爱你的职业工作，爱你的工作，那么你的工作一定有领导人呢，你一定要尊敬他，一定要爱护他，这个社会才会安定，才会美好，这个社会上所有一切冲突对立才能化解，啊，那么你已经行菩萨道了吗？你的思想言行是给社会广大群众带来真实利益，啊，如来这四条戒范围非常广大，啊，不限制一个地区，全世界都行得通。再说到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我相信这个四条戒是一切诸佛共同的戒律，放诸宇宙都是最好的标准，啊，不学佛的人很难遇到啊！学佛的人遇到要真正理解懂得依教奉行啊，他的落实，那落实真的就是弟子规，孝悌谨信爱人，最后讲的亲近亲人，就是亲近有道德的好人，啊，佛菩萨是智慧德行圆满的人人，啊，我们应该要亲近，啊，每一天读诵就是亲近佛菩萨，听佛菩萨的教诲，依教奉行，提升自己的智慧、德行、境界。啊，先从这里扎根，先把这里扎稳。你看佛陀的教诲，啊，那么佛陀这四句的教诲，是我们一般人最容易犯的。啊，那我们学戒、学定、学慧，为什么不成就？啊，不知不觉了，犯了这几条啊，把你的功德全漏掉了。所以你不能成就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能体会到戒的重要。啊，今天这个戒律的根坏掉了，所以学戒学不成。啊，连个五戒十善我们都做不到，根坏了。啊，所以这几年来，我们特别提倡《弟子规》啊，来学这个课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根。这个可以培养根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一切是从头来起，啊，从根来培植起，我们才有救啊！如果把这个根丧失掉的话，那就一切都完了，啊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我这么多年来总结
世间所有宗教神圣的教诲，我总结一个爱字，修行正果是什么呢？自爱。你想想，我们要是伤害团体，伤害别人，那就是过贼啊。过贼是不是自爱？不自爱啊。我们回谤过主，回谤啊国家领导人，或者回谤我们团体领导人，不知道自爱。啊，漏税想占别人一点便宜，不知道自爱啊！啊，做犯法的事情不自爱啊！自爱的人绝对不会犯这个过失啊！啊，所以我说，诸佛菩萨修行正果。他真的是什么呢？没别的，就是自爱。啊，这个话古人没说过，你们细心想一想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说错？啊，真正懂得自爱。啊，我们心里不善，就是不自爱。啊，心里面有嫉妒心，不自爱；心里面有自私的心，不自爱；啊，有伤害别人的念头，不知道自爱。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都是不自爱呀。自爱的人没有啊，自爱的人心底纯净纯善。具足圆满智慧，无量功德，那是真正自爱的人啊！佛菩萨教化众生，是爱他了啊，是教导他了觉悟啊，教导他懂得自爱啊，自爱一定会念念替别人想。念念替团体想啊，替家庭想，替团体想啊，像出家人一定念念念为道场想，为佛教想啊，乃至于再扩大为整个世界一切宗教想，这自爱爱他了，自爱跟爱他分不开家的。那在佛法讲自行化他啊，现在我们对于自行化他这个术语真正意思体会不到，我们换一句话说，自爱爱他比较上好懂了啊，自爱绝对不会害自己啊，诸位要晓得，我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是不自爱。我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自爱。为什么呢？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妄想啊。六祖讲的本来无有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，那是真正懂得自爱，那是真正圆满的自爱。你看六祖在《坛经》里面记载的多么谦虚啊，谦卑也，处处尊重别人啊，处处抬举别人，称赞别人。对自己呢，天天反省啊，找自己的过失，
只见自己过，不见他人非呀。真正懂得自爱啊，天天在做改过自新的工作，你说这是不是自爱？所以佛这个经上啊，一字一句含无量意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要认真努力把它落实啊。那么今天实在讲呢，这是一门大学问啊，让我们来做，我们依旧是茫然无知，落实在哪里？那么最具体的落实在弟子规，落实在十善业道啊。弟子规不能够做到，十善业你就不能做，你没办法做到。十善业做不到，五戒你不能吃。所以我们要想吃五戒，先修十善业。要想修十善业，先学弟子规。这个程序不能颠倒，像盖房子一样。弟子规是第一层，十善业道是第二层，无戒是第三层。你总得从下面一层一层往上盖啊。希望诸位细心去体会这个意思，我们才知道如来真实慈悲啊，在颠倒不如实这个状况之下，教导我们怎样减少苦难。